提一个要来帮咱米亚总统在苏格兰，我提一个连署，而且跑分，这连署咱干嘛？连署真好啦，啊，连署第一步应该是第一步啦，就是讲吼较侪。咱遮，我想民众要连署的大概是针对知识分子啊、学术界啊、司法界遮来连署哈，啊来应该是鼓舞遮人勇敢表示因的态度啦。所以我感觉连署这款是专家，但是就是讲哦，单单连署应该无法度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就是爱有行动。因为哈、哦，你即马透过体制来遮定数哈，已经时间拢会拖足久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连署第一就是讲哦，执政党了解讲哦，支持的人真多，这是第一步。啊，第二步就是连署的人嘛爱思考讲哦，应该爱徛出来啊，抗争啦。因为这司法你要抗争，伊就是袂标准啊。所以大法官伊我都做出伊无爱。真紧的，真有法律的时间做出释宪案，这基本上就是咧帮咱这个司法制度变做一个工具嘛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除了连署以外，就是爱行动。咱今日司法庭判大会输啦，对，这个部分敢会邀请民进党来？欢迎啊，所有啊愿意站出来声援，所有这司法人员的这个社团。啊，民进党嘛是一个社团，所以拢欢迎。啊，个人嘛欢迎，哎，嘛欢迎，拢欢迎，哎。到时候你到了解就讲，因为这民进党中央即马一个连署书的内涵，啊，内底有刚刚讲小可有讲到陈前总统一寡所谓的罪状，是，你到有听过这個？我无看过，所以我唔知影内容是啥，但是我感觉迄无重要。就是讲哦，伫个人的行为甲司法这个人权两个中间，一定爱司法人权优先处理啊，然后有一个公正、公开、公平司法制度，个人的行为甲接受这个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制度的裁判，有这个前后的顺序啦啊，所以司法人权一定爱先捍卫好了。安尼，这个社会较会进步，较会成功。啊，民进党方面到来，直接做这个电视。无啦，我无遐重要，我无遐重要啦。无嘛，拢到来含咱广告社团来直接。这我就唔知啦，其他社团我唔知啦，但是我。多谢。